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让我们来唱几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哈啊！继续赞美我们的上帝哈！此刻我们来唱赞美，让赞美飞扬。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他亲自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人，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措施出香气，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响声敞开，让赞美措施出香气，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
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让这些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人，基督跳舞要说欢呼，但有惊喜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接下来继续唱啊诗歌《活出爱》啊。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线上的敬拜。我的名字叫志雄，这是我的妻子。嗨，我是美丽，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与我们一起敬拜。在这个疫情当中呢，虽然有很多限制，我们也不能够在教会现场一起敬拜，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线上通过视频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是的，
虽然疫情把我们分开，但是我们爱神的心紧紧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呀，好像呢，现在呢，无论你在身在何处，不管你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都可以，我们现在面对面看到彼此，在线上一起敬拜。是的，就如经上所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此刻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一起向我们的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是全能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创造天地万物宇宙，你所造的何其多，天上的万象，地上的万物和海中所有的都是你的作为。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敬拜和赞美，都是神你的祝福和保守。虽然疫情把我们分开，但我们的心因你的话语可以紧紧的联系。现在新加坡这个国家的疫情渐渐好转，我们大家的生活也慢慢恢复正常，但是其他国家的情况到现在也不怎么乐观。祈求神保守和祝福这些国家的疫情早日得到控制，也可以早日恢复正常。最后我要把今天的机会交到神的圣手当中，保守一切都顺利，也恩高传道人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达给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感谢这一切，祷告奉耶稣名， Amen。让我们继续啊，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
就是天堂。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今天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到这个线上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OK， 这时候呢让我 来看、啊、那个今天的 slide。 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将会、啊、继续用从约翰福音呢为、啊、大家、啊、传讲神的话语。在前几次呢我谈到的就是这个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当时他在这个迦拿那边呢死水变成酒，拯救了一对夫妇他们的危机，在那里他做了他的第一个神迹。接着呢他又到这个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去、啊、洁净那边的圣殿，并且呢预言他自己将从死里复活。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的从、啊、这第三章里面去学习这个功课。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他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今天我的主题呢是重生。当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我们的生日，每一个人呢都会记得自己的生日，我们会记得我们父母亲的生日，我们会记得我们孩子的生日，我们也会记得我们朋友的生日，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谈到重生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呢？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是重新开始吗？是改过自新吗？是否是从头再来？今天让我们从耶稣跟尼哥底母的教导对话中来学习重生这一个功课。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能人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是谁呢？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呢，他也是这个犹太人统治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当时的犹太公会。法利赛人呢是一群宗教领袖，他们非常熟悉犹太人的律法。而当时耶稣和施洗约翰呢经常批评这个法利赛人是伪君子，因为法利赛人弄了很多的条例出来，要帮助别人呢去遵守这个律法，要求这些百姓呢去遵守这些规矩，但是他们却很多时候呢自己呢会走法律的漏洞，看起来他们是在遵行律法，不过呢他们却没有遵行。当耶稣跟耶稣挑战他们
的做法的时候，指出他们的不对的时候，使到法利太人呢感觉到自己的权威被耶稣挑战了。因为耶稣的到来，很多的人呢去听耶稣传道，而他们看到自己的听众呢慢慢的流失了，所以他们非常妒忌耶稣。而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他夜间来找耶稣。当我们谈到夜间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当你晚上去找一个人的时候，通常呢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或者你晚上出去做事情的时候是做什么事情？那些晚上出去的有什么呢？有小偷，有那些做见不得光的事情，就是你怕你所做的事情呢让人家知道，所以你会在深夜的时候呢出去。尼哥底母在深夜去找耶稣，因为他怕他找耶稣的时候呢让他周围的那些朋友，那些法利赛人呢知道他去找耶稣。因为法利赛人呢都是针对耶稣的，如果你去找耶稣的话，你就不再是他们的同伙，你将会变成他们的敌人。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很多的人呢都会选择呢静静的不会去找耶稣。但是这个尼哥底母他心里面想找耶稣，因为他心中想知道一个答案。因为他看到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来这个圣殿洁净圣殿的时候，赶走这些人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听到耶稣传闻的时候，他感觉到耶稣有不同的地方，他觉得耶稣可能能够回答他心中的一些疑惑，给他这个答案。所以尼哥底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什么呢，博学的一个老师，是一个有权威的一个人，就好像现今的社会里面的那些博士是有权威的。不过呢他却来到耶稣面前请教耶稣。无论我们有多聪明，我们受过多少教育，我们学历有多高，我们都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耶稣面前呢从他身上学到功课。尼哥底母内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从耶稣跟他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心中想知道的是关于神国的事情。尼哥底母他知道神的国是上帝统治的，在神的国里面的都是上帝的子民，神的国将会降临到这个地上。而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呢是受到罗马人的统治，所以尼哥底母在等待的这个以色列人重新的复国，会有自己的国家。当尼哥底母看到耶稣的教导，听到耶稣的教导，看到他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认为耶稣就是神所派来的老师，是神所派来的先知。他认为以色列的国复国的日子将近了，他想耶稣能够给他一些答案。以色列复国，这是尼哥底母的梦想，也是当时许多犹太人的梦想。他来见耶稣，他想知道更多关于神的国家的事情。但是当耶稣说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在尼哥底母心目中，神的国呢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是属于犹太人的，是一个国家的。但是耶稣所说的神的国呢是个人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民族的。在尼哥底母心目中，要进入神的国的话，要遵守那些律法，这是他从小都遵守的律法。但是耶稣说要进入神的国呢需要悔改和属灵的重生。
耶稣说神的国呢不只是给犹太人，而是要给全世界。除非尼哥底母悔改重生，否则他不能够成为神国的一份子。当尼哥底母听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吃惊，因为耶稣的教导和他所知道的和他所一直认为是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感到很疑惑，这怎么可能呢？今天当你所认为的事情和你所知道的东西和圣经的教导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怎么想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四到六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尼哥底母的反应是说，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呢？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学习，遵守律法，过好我的生活，我就可以进入神的国了。神的国即将来临，我就要进去了。但是呢，耶稣说要进入神的国是需要属灵的重生。他说进入神的国不是通过行为，不是通过修行，而是通过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新生命。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章七到八节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解释说，圣灵的工作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无法预测或理解圣灵如何工作。就像今天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出生一样，你无法控制，你也无法控制你的属灵生命的出生。这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礼物，是通过圣灵赐给你的一份礼物。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我们却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位犹太人的教师，这位尼哥底母博学多才，非常了解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但是呢，他却不明白圣经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和内容。在他心目中，弥赛亚这位救世主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呢，领导以色列人呢重新恢复这个以色列的帝国，重新恢复这个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他所理解的跟耶稣所要告诉他的呢完全不一样，虽然你知道，但你不一定明白。所以智力和知识并不能保证你真正的能够理解或得到救赎。今天我们大家应该了解圣经，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与启示圣心的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让他的灵引导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他所赐的救恩。
接着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他，这个比喻呢就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说，这个是尼哥底母所熟悉的这个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在里面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漂泊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呢非常的悖逆，因此神降下了一场蛇瘟来惩罚他们。那些被蛇咬到的人呢都即将死亡，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罪行的时候，他们开始悔改，他们就开始后悔了，来到摩西面前求摩西向神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神是怜悯的，神就叫摩西制造了一条火蛇，这火蛇呢就掉在这个杆上面，凡被火蛇咬到的，只要看住那条蛇，就会讲呢活过来。那些被蛇咬的人，当他们相信的时候，他们服从上帝的命令，仰望这条蛇，并相信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被上帝医治。同样的，当我们仰望耶稣，相信他会拯救我们的时候，这救恩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上帝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拯救的方式，让我们从被致命的罪咬伤之后能够得到医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他不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毁灭，他希望通过相信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得到永生。圣经再一次强调说，他派他的儿子来，不是要指责你，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要来帮助你，来改变你，来使你恢复，让你得到自由，让你得到赦免，让你呢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当我谈到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相信认识耶稣的时候，这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的心目中呢是非常有很深刻的印象的，因为在我还没认识神的时候，在我还没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段经文，我已经听说过，而很多时候当我经过那些教堂的时候，都看到这个经文呢在教堂的门口。但是呢我不相信这段经文，我不相信，我没有，我觉得呢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做错了来你只要相信就一切就解决了，我不相信。我知道耶稣的存在，因为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都会听到耶稣诞生的故事，耶稣受难节复活节的时候我都会听到耶稣为世人而死，然后他复活的时候他升上天，他是神。但是呢我不相信，就像尼哥底母一样，我有自己心中有一套我从小到大学习到的我自己的观念，我认为的东西。所以当我看圣经的时候，看到我听到耶稣的时候，我不能相信，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信仰，这怎么可能呢？耶稣说神爱世人，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这样的事情。
就在我当兵的时候，在我兵营里面有一群弟兄，就是有三个弟兄跟我在一起当兵。就如刚才那段经文他说，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这三位弟兄他们呢是从神生的，他们身上呢有这个圣灵。所以我不知道，就像这段经文说，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你总是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你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但是你却看不出特别的地方，你感觉到那个风，但是你却看不到那个风呢从哪里吹来。只有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身上有圣灵，所以会吸引我，吸引我不是因为他们英俊潇洒，不过他们有一些气质吸引我。而通常你知道刚才我说我对耶稣的信仰我是觉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也知道基督徒会经常去传福音邀请人家来教会，所以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我生命中其实已经经常预备，就是预备面对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见到我的时候我就会做什么呢？我就会闪，因为我知道他会邀请我去教会，所以我会闪，我会不要接近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位弟兄呢，我会想要去接近他们，很奇妙的就是我会去接近他们。然后呢当接近他们的时候，其实呢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邀请我去教会，这是我知道的，所以我已经做了决定。就像我们唱的诗歌，我已经决定拒绝他们，我已经决定不要跟他们去教会。很奇妙的就是当他们邀请我去教会的时候，虽然我已经决定不要去，我还是答应他们去教会。我是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答应呢？我内心里面会感觉到我需要跟他们去，我感觉到我明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然后呢当我去教会的时候，也像尼哥底母一样，尼哥底母是晚上去，我是偷偷的去，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去教会。去教会不是见不得光的事情，但是 我去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怕别人怎么看我，因为我一生当中我在别人面前见证的就是我不相信耶稣，这个时候我去教会别人会怎么看我呢？我怕我的父母亲知道，我怕我的同事知道，我怕我的朋友知道，所以呢我就暗暗的去教会，只去看看吧，去看看吧。但是我相信这是在圣灵的影响之下，当我去教会的时候，我想接下来他们会做的就是要跟我读圣经，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不要读圣经，准备好他问我的时候跟他讲我不要读圣经。但是他们问我的时候我答应了，好，我要读圣经。答应了之后怎样呢？当天我没有出现，我答应了他，不过我没有去。然后呢当我回家当我没有去的时候，我知道接下来的这几天呢，这个弟兄一定会来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但是他们没有问我，他们又再次的邀请我去聚会，而我决定不要去。不过他又在邀请，在邀请，然后我觉得 OK 啦，我跟你去最后一次了，然后我还是去了。在去的时候，同样的又有人跟我邀请我读圣经，这一次我又在答应了，然后这一次我出现了。当我看到这一个的过程的时候，我就感现在我回想的时候，当时这个圣灵呢他在动工着，圣灵呢他在感动着我。虽然我需要做出决定，就是接受或拒绝，但是我知道圣灵在感动着我，而我觉得我的内心里面我对他的回应是，我曾经拒绝，但是我也后来呢去接受。而我开始呢读圣经的时候，慢慢的我明白了，慢慢的我才明白了耶稣的教导，我这才真正的明白
耶稣是谁，我才明白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意思。我开始明白，我开始接受，我开始相信，我开始感受到神的爱，我重生了，我得到神所赐的永生，我看到神的国。弟兄姐妹们，当我分享这个我生命的故事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有同感，你们大家都能够共鸣。只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当时我们是如何重生的。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重温一下我们改变的日子，我们真的会感觉到哇，神的力量是多么棒的，不可能的东西也会成为可能。除非我们重生，我们将与神永生的国度无分。神能够改变那些我们认为不能够改变的人，神是有耐心又有恒心的。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转变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今天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大家跟神的国度有份了。我们看到我们认为不能够改变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我们不能够改变的人，但是呢，神改变了我们。而同神如何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神是有耐心又有恒心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个信念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把这个重生的好消息呢去传扬给我们身边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那些或者以为他们认识耶稣不过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人。我们要学习神一样有耐心有爱心恒心的去对待他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今天我们学习到重生就是永生的开始，要重生就要信神的儿子耶稣。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非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能够一起聚集在线上来聆听神你的话语，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当我去看到神你的话语的时候，看到重生的时候，我回提醒了我，让我能够重温当时我来到教会，从一个不认识你，一个不相信你，一个反对你的人，改变了，成为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有永生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感谢你的就是，当我重生之后，我看待事情，处理事情，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人，看待一切，看待圣经，我的态度改变了，神啊，我感谢你主，我得到了许多祝福。主啊，感谢你，当我看到教会里面这群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也要赞美你，因为我看到他们每一个都是神你的祝福，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个奇妙的重生的故事，改变的故事。我看到这里面是多么的多姿多彩。主啊，我要感谢你，我祈求你主帮助我们能够去 记得神啊，你如何改变我们，拯救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份礼物呢去送给那些还没有接受到这个礼物的人。主，我祈求你主继续带领这个聚会，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祷告，阿们。谢谢一轮的传道了，让我们继续的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啊。
各位线上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ddie。 今天我很荣幸的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日圣餐。今天我的圣餐的经文是起自于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0-23节，我读给大家们听。又说，从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狠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误会人。今天什么原因使我会分享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跟我的生命有关，那我就分享我的生命给大家听吧。在80年代的我，当时我才17岁，17岁的我早已经加入了社会党。社会党的意思就是黑社会的意思。而刚才我所软读的那段经文描写了各种不一样的罪，而且有一些罪我都犯过了。当时的我在人群的眼光是一群在社会中的败类。到了18岁，我当兵2年，当完了2年兵过后的我以为
教官能够教我做人的道理。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的愤怒的罪还是在我里面。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我读了圣经，成为了基督徒，对罪才更加警觉，一直的努力悔改。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感恩和感谢耶稣他的大能，他的慈爱，他的坚持，并且他还救了我的生命。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说坦白的，在1993年的我，如果我没有悔改，没有朝着耶稣的方向走的话，我就不可能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今天的主日圣餐了。这一份的珍惜，这一份的感激，加上圣经弟兄姐妹不停的提醒，我才能有力量抗拒这一些罪。好了，谢谢大家的聆听，现在我们低头为这饼和杯祷告。亲爱的，我们伟大的父神主耶稣，在2000年前，你受了很多的苦、冤枉和鞭打，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你的爱，这饼代表你的身体，为我们所舍的；这杯代表你的宝血，洗清我们每一天的罪。感谢和感恩你的大能、你的慈爱、你的宽容，还有你的怜悯。我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我祈求， Amen。 我要欢唱啊，我要欢唱
说你奇妙作为，我坚信你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现在是贫穷奉献的时刻，现在也是那疫情的时期。一年多前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也随着这疫情而紧张了起来。我开始担心我的工作被减薪水，再这样我家里的经济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也担心着我现有的储蓄会慢慢变少，我开始慢慢的去减少了我的消费。就这样一下子一年多已经过去了，回头一看，这些日子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吧，除了待在家的日子多了一些。疫情期间我的薪水还是一样的多，我还是可以去楼下巴萨买东西，我还是可以去超级市场买一些日常用品，有时候肚子饿的时候我还可以上网去点一些外卖来吃。这让我去看到了神在这疫情期间对我的爱和保护，他给了我爱心，让我去爱和去关心更加多的人。他给了我保护，让我和我身边的人都有个健康的身体。他甚至也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工作，让我在经济上面不会担心，不用这么担心。弟兄姐妹，在这疫情期间，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得到了神的爱和保护，不论是多是少，在这期间神给的我们的保护是最好的礼物。我们也要将这份爱心去分享去出去，让我们一起去奉献我们的爱心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哦。让我们一起将我们的爱心去温暖更加多的人。弟兄姐妹，待会有个二维码图，让我们一起去扫描扫描，将我们的爱心线上捐献出去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慷慨解囊。大家好，这是我们这首诗歌，请大家还是活着的去歌颂我们的上帝，愿为主响亮。
间过得真快，今天我们线上的敬拜就此结束了。现在我们可以去享用我们的午餐，待会一点半我们 AGM 线上见，拜拜，谢谢大家。